位好，我们是瑞人声音 MEDWEL。 那我们此次呢主打的是我们一系列的 Medical AI Bot System。 那因应 AI 的潮流呢，我们瑞人声音也推出了一系列的 Medical Bot System， 让客户呢可以搭配不同等级的显卡以及 AI 的加速卡，然后让客户呢能够在 AI 的软体开发中，那甚至是在医疗环境的 AI 中都能够有更多的应用，然后可以搭配我们的产品，然后为客户的 AI 加速，然后进入更新一个阶段，然后让客户能够快速开发他们的产品，让他们的 AI 软体能够更方便的被使用。那像我们近期推出的两款机箱式的产品，那我们有短卡的机箱，然后以及长卡的机箱，那它都可以搭配我们例如说 NVIDIA 的显卡或者是 HiLo 的 AI 加速卡。是，那另外呢我们这边也有我们的搭配 OSM， 就是我们 Open Standard Module 的系统，那它可以做成非常小型的电脑，那这个是世界上最小的电脑之一。然后进我们也可以搭配不同的机壳以及散热系统，然后去做出从 entry level 的 CPU， 然后到 Core I 等级的 CPU。对，所以说如果有关于 Medical ICT 或者是 Medical IPC 的需求，然后也都非常欢迎能够联系我们瑞人声音或到我们的官网，然后去获取更多的资讯。